还有化底妆。你说气不气人？气不气人？我皮肤真的很讨厌，那很生气。我最近晒黑了。先跟大家打打招呼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周扬青，是不是超级美呀？近日周扬青在微博发文谈 P 图，他大方表示 P 照片是自己最后的坚持， P 照片是一个网红的基本职业素养，也是对看照片的观众的一种尊重，谁都不能阻止一个处女座的人不 P 照片的，这是我最后的坚持，虽然我每次上新都快把自己 P 瞎掉。日前周扬青在空降雪梨直播间带货时以素颜出镜引发热议，有网友表示周扬青的素颜未 P 图状态比照片 P 图后的状态更好。前段时间罗志祥和周扬青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轰动整个娱乐圈，一直以来罗志祥和周扬青两人都是娱乐圈恩爱的一对小情侣，在外人看来两人感情稳定，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私下罗志祥竟然私生活混乱，不仅浪费了一个女孩9年的青春，而且也伤害了其他女性。